这里宽田国小，宽田国小离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很近了嘛。这条路右转，右转再转向通，通三分钟到五分钟路程就到神元山庄义和圣堂了。继续前行，继续前走，继续前行。社子宫正面，社子村正面宫。那条路直走到台南艺术大学，台南艺术大学神岳山庄义和圣堂，左转左转。左转了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右转到台南艺术大学。用世界各国大寺庙用的铜片的瓦片，铜片的屋瓦啦，铜瓦。日本啊，有怀有大兴寺的屋顶用的都是铜片的瓦当啊，铜片的屋啊。中华民国107年，现在5月26号礼拜六。哎呀。慈心园、慈心亭、弥勒园呢？弥勒园，菲律宾道亲呢？菲律宾的道亲呢？捐款新建的呢？